百年土埆厝，整面墙壁从二楼塌到一楼，碎裂的土石崩坏，还占满了路面。十年去啊，还是。搬落来时阵，你肯离家？嘿，啊，佫有电啊，佫有水啊。有啦，迄边都是嘛，都变下房叫，叫房间。啊，就是后壁迄个拢无去。雨水就这样直接灌进屋内，土埆厝瞬间倒了，屋主幸运逃过一劫，但现在却无家可归了。讲说要家己安置伫饭店哩，无诶。 哇，我无厝我住啊，屯遮呢。受风面的影响，台中一零下了好几天的雨，这栋土埆厝虽然补强过，但还是承受不住大雨，凌晨突然倒塌。附近民众担心，像这样的土埆厝还有好几时间，屋主人人自危。拖落伤久啊，落伤济啦，啊！你看，造成这土埆厝下骹拢澹的吼，这地基规个歹，这曝落来。你看，这边来看到两层吼，这边那个积水差伫遮啦。 房子塌了，屋主紧急被安置，还找来推土机帮忙把土石清走。虽然小巷子恢复通车了，但屋子毁了，住户不知如何是好。记者陈思源台中报道。